大家好，我们在养护金子兰的过程当中呢，总避免不了这个金子兰叶片会积一些灰尘或者是一些杂物的东西。因为这个金子兰呢，这个叶片非常大，而且它这个凹槽比较大，所以说非常容易积这个灰尘，我们总要给它清洗叶片。但是很多花友呢，其实就会用一些清水给它清洗，这样的话呢，虽然说把这个叶片清洗干净了，但是还是达不到最好的效果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，让这个金子兰呢，不单可以清洗叶片，还可以达到它能吸收能量的一个方法。我们给金子兰清洗叶片的时候呢，可以在清水里面兑一些磷酸二氢钾，因为呢，磷酸二氢钾它也是属于一种叶面肥，它对这个金子兰的吸收呢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只要在1000毫升的清水里面兑上1克的磷酸二氢钾，每次给这个金子兰清洗叶片的时候兑一点磷酸二氢钾，这样的话对这个金子兰叶片吸收肥料是非常的有效的，而且它非常有效的促使金子兰开花。那么这个浓度呢，大家一定要把控好，因为这个叶面肥，如果过浓的话，对这个金子兰的叶片会造成一定的伤害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控好这个浓度。那么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给这个金子兰，清洗叶片的另一个更好的方法，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